置信的事情发生了，我们对塞拉摩的进攻失败了。你就是紧急应变计划，你的任务是潜入塞拉摩岛，烧了他们的船只，宰了他们的飞行管理员，破坏他们的战争机械，然后救回我们的间谍，在我们重整队伍时让他们陷入混乱。地狱猴的双眼在盯着你。Lokdar， 大红人，
啊，该是时候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你会放了我，还是你另有打算？夺日者会很不满的。记住我的话，不要小看我们的组织。楼上的卫兵队长海瑞克·伊文·凯恩应该有钥匙，但请动作快一点，你也知道我们时间不多。太感谢了，我们快想办法离开这可悲的小岛吧。那失败的工程行动当然只是虚晃一招，你看不出来吗？眼下就有一艘飞船慢慢飞进，满载可将塞拉魔岛夷平的秘法能量，岛上的人却还浑然不觉。好了，要是你经过银月城，就来打声招呼吧。嗯，奥迪欧夏拉。我们要把这地方给变成下水坑，嘿嘿嘿嘿。我们要把这地方给变成下水坑，嘿嘿嘿嘿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它太远了，我需要目标。
我需要靠近一点。怪物消灭了所有东西，所有人，绝对不能让部落夺回巨猿红魔，消灭他们剩余的部队，我会保护神器。他太强了，我不在距离范围内，我没有目标。我需要靠近你。传送之前，巨猿红魔和我必须同步调和，保护我。没有人能保护你。杀死这个塞拉摩贱人，然后把炸弹拿来给我。你们是卑劣的懦夫、兽人，你们只不过是一群疯狗，你们一定会被消灭的。勇敢的言辞，法师。当你向我求饶时，我会当面吐你口水。你们觉得慈悲很可笑，那你们就不会得到任何怜悯。你们想要大屠杀，卡尔洛斯会得到比他想要的鲜血还要多更多。我要将你的头颅献给大酋长。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你们都拥有我最深的谢意。在巨猿红魔被移除后，这颗没有生命的炸弹不过是卡尔洛斯残暴的恶心象征。变动的风正强烈地吹着，艾泽拉斯正在战争边缘。很抱歉，我必须离开，有太多需要思考了。再见。